Jimmy 真的很辛苦，他要筹办这些六个大赛事，他要拉一首这么困难的曲子。在他换场的时候，我稍微介绍一下下面这个曲子。这曲子很特别啊，它是为了四把小提琴跟乐团演出的一个叫做 Symphonia Concertante， 就是所谓的交响协奏曲。其实啊，交响协奏曲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它不只是音乐家表达他作曲理念。交响协奏曲其实是为了演奏家写，因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很多音乐家因为贵族没落就失业，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表现的舞台。那怎么样表现最好？就一次好几位演奏家一起演出，感觉有点像在台上让大家选秀。我们知道现在棒球有很多球探，每次比赛都在那边看哪一个球星比较好。其实，在那个时代。像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形式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symphonia concertante， 也跟这样的原因有关系。不过这首曲子很特别的是，这个 Mario， 我们平常很少听到这个人。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，然后呢，也是一个指挥家。他主要虽然他是德国人，他主要活动的范围是在俄罗斯，在俄国。他也是第一个在俄国首演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小提琴家。那这个曲子呢？他创作的年代大概在1830年，在那个时候，白老师刚完成他的幻想交响曲。那个时候，帕格尼在乐坛上已经非常有名了。可是你会发觉啊，在帕格尼他发明很多很困难的技巧之前，在这个曲里面已经呈现出很多在右手运弓上面非常困难的技巧，比如说抛弓啊、马格雷或者是斯塔卡托那种很快速的断弓。所以这个曲子为什么现在，在一般很多的演奏会常常被拿出来演出哈？它三个乐章，典型的一个古典的协奏曲的形式，快慢快。但是就是特别的就是四个小提琴，每个小提琴都有单独表演的机会在中间。当然里面有很多是成对的，可能第一步跟第三步，第二步跟第四步，或者第一、第二跟第三、第四。所以这曲子其实非常非常有趣。那。我们今天呢，很高兴有四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来为我们演出，其中包括 Richard 李炳任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为我们演出做作品？
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各位今天的热情的掌声还有鼓励。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首想要献给在座的各位，因为你们见证了我们这个协会的成长茁壮。其实我从小在台湾，在台中长大，那一直跟好朋友们就是有一个梦想，想让台湾的音乐环境更美好。那今天我们特别选的这一首是Uncle 曲，是由萧泰然，国宝级的台湾作曲家萧泰然他所谱曲。那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刚刚也有演奏的那一位中提琴家严子晴学姐，她真的是才女，因为她自己已经忙不过来，还特别赶工帮我们把这首曲子改成为四把小提琴的。所以这首曲子呢，曲名叫做《唔通嫌台湾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